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艾姆赫斯特。还记得早两个星期在对面买鸡饭2.79块，哦，不是2.99块，非常合算的鸡饭。我们现在往里面走，这家面包店呢装了很久，但还没开，不知道干嘛。今天也是大好天气，但是风还是比较大。这边的话千万不要跑在这个公交车道上啊，我有一次给他拍照啊，还是晚上啊，他上面拍照的看到没有，开24小时了，摄像头啊，只要你一过完了给他拍的照，55块钱啊，忘了。这部车呢停在这里肯定给他拍到了，你看在上面啊。真的要小心。我那天晚上只是到那边，我想右拐嘛，只是比较早进去，觉得那时候没有车什么的，就给他拍照了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风比较大。艾姆赫斯特越来越忙啊，人越来越多啊。到面包店去看一下，云宝啊，还有港式奶茶，看到吗？这边不是那一边，哎呀，没啥人了，我以为今天会很忙啊。买个面包啊，看有什么面包。这边的音乐太大了，赶紧出去，要不然有版权了。今天没有兔奶鱼，想买兔奶鱼，不买了。精灵超市。哇，水果大特价，6块钱一盒，6块钱有8个。哇，有10个那么多。哦，9个，好便宜哦，新高丽。都是福州大妈在抢，讲福州话的啊，没有别的意思。这边的话就是往后图书馆 library。你也不知道叫什么。哇，很多花已经开了，但是这些还是枯枝，还没。花粉又来了，我有花粉，但是不太严重。像这摩托车还能开吗？呵呵，没有油箱了，是吧？没油箱了，怎么开啊？待会回来的时候，到那边去买2.99块的鸡饭，特便宜啊，好吃又便宜啊。
哇，对面来个美女啊，多 sexy， 好高大，不冷吗？不穿衣服啊？真的好大的太阳哦。这家是 Walgreen 这家店也给人零趴了。现在艾姆赫斯特年轻人还挺多的，尤其在那个曼哈顿上班的，因为这里方便嘛。脑子有病的人还挺多的，要小心哦。这就是老外咖啡店，有没有生意啊？看一下，哎呀，还是有生意啊。对面呢，很多小店呢。前面那家快乐牛肉面。还没吃过，有机会和太太过来吃一下。老北方啊，在对面，老北方，大家的面。那天有位什么，有位好友说他家做的不好，叫我别推荐他。有时候很难说啊，因为师傅烫面的时间不一样吧，可能。现在很多阿米果在这里卖水果啊。哎，那卖皮包那个也不在啊，今天啊，去哪里了？对面这家香园也挺好吃的，不错的，吃了两三次。这里就是阿姆赫斯特的中心了。现在可能还早啊，还没什么人，但是塞车就肯定的了。现在12点了，不进去，到那个美食城去，到那个香港美食城看一下。已经不是香港美食城了，一直在改，改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叫。现在的城很便宜啊，3个2块钱。这些葡萄超贵了，5块钱一磅，太吓人了。
我都不敢开车来这里，摔得一塌糊涂，很吓人的。今天看看双富超市有什么特价啊？哦，有橙子特价，还有苹果。4个1块钱呢，我靠！3个2块钱。这个呢，5个2块钱。辛拉面12.88块，我4包3是12包，等于1块钱差不多。哎，今天没卖菜，他们基本上在外面卖菜呢。今天周六也没卖，奇怪。哦，关掉了，干嘛关掉啊？哼，可能健康问题吧。他们摆了很多在卖的，完了，呵呵，还以为过得到里面看一下，这家关了也没开啊，这家叫江南宜春，可能也是那个什么卫生的问题。这家是 A 啊，不错，马来餐。这家呢？这家没连出来的啊，很多人在打球啊，今天到对面去。超市呢通通挤在一起最好，有竞争，有竞争就会便宜。这里就是地铁站了，我已经有4年没坐地铁，4-5年啊，疫情到现在没坐过，不敢坐。这么晚还跳广场舞，对面也是银宝啊，2-3家那么多啊，在这里4家了。哇，风好大！对面就是锦昌超市，然后往前就是顺旺。回头了，从对面过去，到那边去买鸡饭吃。哦，这部车在卖5000块钱，6000块钱。跑了不多啊，48000，2014年。基本上没开啊，48000卖，但是车太小了。
这叫九毛九，没有一样东西是九毛九的。这家元宝呢，里面开通了，非常宽大。现在你看一下，宽大了许多啊！哇，好漂亮啊！太漂亮了！不想吃面包。这也不知道卖什么的小档口，哦，这家是马来餐，喂，便宜啊，海南鸡10块钱啊，炸香鸡也是10块钱半只，小孩过来没菜的话过来买半只鸡也不错啊。这家是 Walgreen， 阿姆赫斯特有2家 Walgreen。崭新的图书馆啊，很多人在里面休闲的，里面设施很好。这里都是很塞车，很塞车的。这鸡饭你看2.99块，这家还能做吗？这家起码要10块钱哦，8块钱吧，8块钱，这里才3块钱，呵呵，哎呀，他们的炸鸡也便宜吧，炸鸡。
没有忘记跟 all right chicken happy chicken no no all right 最大的呢 amigo touch of white and touch of spicy just a touch a little bit white sauce还是买他家的，里面很多人，没位置坐啊，这家就不能坐了，呵呵，给他告辞。但是他们别有些炸鸡很便宜啊、哦，价格很好的炸鸡，很多 Amigo 在这里买炸鸡，在这里上班的，还是做那个建筑的比较多。到车上去吃。第二次尝试，这一次呢有点缩水，可能太好生意了，是吧？少了很多，但是没关系，对我来说可以，我就够饱了，大家不知道了、啊。